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现场报道，我是专业达人陈嘉祥，为你报告现在所影片的地方。今天是2014年的7月17号，我们现在来到法国最南端的一个大城叫马赛，我们乘坐固定的 ferry 的航班来到整个离马赛有两个岛，一个叫做伊夫岛，一个来自叫做弗洛伊岛的部分。现在的中午时间，我们现在刚刚正前方看到叫弗洛伊岛的部分，曾经是观光的地方。